各位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胖胖，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应该是咱们逛京行节目的第九集。你看，非常快啊，一转眼就第九集了，马上过春节了啊！在大年三十晚上，不看春节联欢晚会的小伙伴，欢迎到我的 B 站频道观看胖胖的2022年虎年春节联欢晚会音乐的啊！我们在现场会直播本次胖胖翻唱大赛的冠军《花落谁家》。那我们今天去哪儿啊？首先，今天不光是我一人，还有乐队的成员跟我一起去探店。今天咱去这地儿呢，它是一个体验中心，或者说是一个旗舰店。为什么会去这儿呢？这儿有我多年前2005年跟我一块玩乐队的老同学。今天咱们去那儿看看，那到底是哪儿啊？走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先走了，和这次节目根本不相干的。对，这是佳彤，然后那边没刮胡子的是姜老师。对，姜老师是当年跟我们一块儿玩乐队，2005年一块儿认识的。罗兰还有碟机呢，我们这有一个。这。对，是这么说，就是那个罗兰跟Fender联名，后头要装一九伏电池，然后它现在不是一Strat的声嘛，然后你可以去换成个 Tele 的，或者换成 Gibson 那种的。因为罗兰自己没吉他，所以我们代理的就是一些有点特点的，像那个 D'Angelico 啊，包括 Ovation 啊，什么 Traveler 那种便携的那种小琴，电管。嗯，这是苏畅老师的那种乐器。对 ，GT 1000，这个我有。嗯，人生的这个我也有，这个好多年了，咱们一般对，这是一个那个静音排练系统，屋里在家几个人，每人一路，自己再戴上耳机就全有了。这好多年了，嗯，吉他周边，然后电钢琴啊、电鼓啊、合成器啊这些东西都有。因为我们前面现在是做乐器，后边是教室。这是八几年的？82的吧？88、80年。好像比我们俩大。这琴就收藏了，不卖了哈。嗯，别卖了，收着，留着吧。这个目前是国内最大的一个罗兰的专卖店了，我们叫 Roland Store 嘛，就是唯一一家。亚洲我们也是第一个，这是欧洲那边新起的一个概念。现在就欧洲、美国、中国各有一家，嗯、啊，咱们这边是第一家。嗯。但是除了罗兰产品以外的，我们也可以卖点吉他什么的。对，自己做自媒体，但是你那个一年120部，我天哪，体量我惊了。对，我们现在这个更新频率，我们感觉都挺费劲的。我的去年一年的拍的素材硬盘2块，18T。嗯，当然这些灯，刚才说可以变换那个灯，嗯，其实都是这个 Roland Store 特点嘛。就只有这儿是有这种风格，全世界各地的店的这套系统连接之后，它在英国有一总控，对，大哥开着电脑直接一摁，全世界就变色了。对，其他的店前两天圣诞节这边特意就可以弄一个圣诞色彩主题的，这边的话就都是一些教室，包括那个钢琴啊，一些教室之类的。这里边这么大，一般在这边做点拍一些小东西啊，乐器评测呀，包括一些三四个人的这种小乐队的排练的课，一般放在这边来送。这边的就是那个，这有条鼓刚拿走，那边是做活动的，本来是可以做一个1:4的集体课，鼓教室，对，嗯、教室，那边就办公室了，办公室就办公室，对，咱们就不打扰了。哇，这个真好呀，这特像小时候那种歌厅，舞厅那种，前面就差一个那种卡拉 OK 的那种机器了。平时苏博士的 Jam Session， 然后我们的小乐队、合唱团，然后罗兰的各种产品的落地直播什么的。之前咱们这边这些最好的鼓都摆了，但是最近因为这个卖的太火了，把样品都卖光了，所以这是挺好的。摆的相当重金属的，不是第一人。关键这鼓面是冲这样。是这样，觉得特别米胎里的。那你们平时要弹吉他用哪个箱子呀？这个120。那效果器就拿这个接是吧？对，这还好多。那我挑一挑。咱那块有几个八几年的，那个元年的，感觉像超市。Delay，ODR，法兹。
这是一箱型模拟吧？哎，这还有我扣袋呢。DS1 这是老的吧？对，这个还真挺老的。这是哪年的呀？这是、这个是67年。就因为那琴特轻。对，单线圈的。Boss 最有名的是调音表。嗯。哦。这个软件呢？对。哇，这是挺绝版的。好多年没见过这个。这个是想当年国内玩重金属那个年代特别红火的一块 MTR 嘛，合唱 Flanger， 这是 DD3， 那是 DD2， 那是老的，这都是失真了。 DS1 MD2， 这个应该挺好玩的。 Harmonist， 的单块感情就提我管用吗？管用，提我管用啊，不至于打折腿啊，可以优惠啊，欢迎大家来玩，有很多东西这还是挺实用的，很经典。有的就比如说你刚才看我接这个 DS， 一接上基本上就是那个很典型的那个年代的那个声音。对，周边做得很好，失真是过载是有几个比较经典的，我觉得。然后在 loop 这块，起码国内能买到的这些东西，无论是桌面的可以手触的还是脚踩的， boss 的都是很好的，反正我一直在用。
我自己买的是 RC300， 然后等过一阵如果新款上了，我能第一时间拿到，到时候我给大家做。像这个这些东西也很好用。去年我们巡演的时候，这是一人声的一小块，可以搁电池，可以接电源的。我们那个萨克斯张艳新用的，听到萨克斯在现场的那些和声效果都是这个。罗兰还有好多键盘是特别牛逼的，我自己也买，比如我买那个 Juno 06，老的，然后 GC120 就经典的这个，就一听就是他的声。你要干那种音乐，就是还就他特合适，特有意思。哎，这猪呢？这是后来出的歌，对，是现在的现在款，引领了那代大家听到的那些什么 City Pop 什么的，一出来就那种。认得吧？这个现在已经相当认识了。这个故事是这样的：非典还没有来临的那个时代，我们俩同时出现在了北京的一所高中。我们当时弄了一套乐队设备，然后弄的学校里，当时高一跟那排练，放学跟那儿排完练，我就看见有一个隔壁班的同学戴眼镜，个挺高，往那一坐也不走，就跟那看。等就是大家都排完了，过来聊两句。他说我也喜欢这个，我说那你一块玩啊。因为他长进的比较快呢，陆续的就把我们那些比较好的，当时比较好的鼓手就给剃掉了。逐渐的，大家就在练习，然后成长过程当中，其他的那些贝斯啊小伙伴就逐渐的掉队了。到最后就剩我们俩，一个吉他一个鼓排练。他就进步的比较快，后来我还教他点弹吉他呢。但是呢，跟着学的。现在都很好使这个。后来就是高考，就是想考艺术类，但是我们不懂怎么考艺术类，我就去找那个三好坏男孩，你记得吗？因为他当时北影录音系的，我想问问这怎么考。去了以后呢，我跟他一块儿去，去完了人说说他还行，你算了，说你不适合搞音乐。结果就没考呢，完了他就去首师了。然后全北京当时的除了考这个艺术类音乐特长的学生呢，但是有拿这个音乐特长加分考入普通高中的，就基本上都考到了他们那个大学和我们这个大学。我们这两个大学呢是全北京当时的管乐团排名前两位，这两个竞争非常激烈，对对对，在管乐团每年永远是第一第二。对音乐感兴趣的这些小伙伴最后就都凑到这儿了，然后就等于我们那边就碰见达子了，完了我跟达子窜到前，完了他跑那边，他呀康欧里啊，对，什么速唱什么刘天翼啊，就这帮人，他们的第一场演出，没贝斯，我去弹的，然后个别歌呢，我还客串了一下吉他。当时我使的是一个斯快尔加一个 RP50 加一个芬德15R的音箱，结果一去他们那儿呢，当时卡奥里使了一芬德50纪念，他使一个芬德呢，刘天翼使一 Gibson， 对，当时直接就给我震住了，我们那种设备都比较，设备就给我震住了。然后两台音箱，一个 Fender Bassman， 一个 Marshall。对。然后效果器呢，是一个 GT5， 还有一个，然后扛里使一堆单块。老陆那会儿的鼓也不赖的。他嘛，拍托配 Mr. Big 签名款，双地通。当时呢，那套鼓呢就一套，拍托配来那年中国乐展，然后没有鼓，结果呢就把他那只鼓给借走了。对对对，这事儿我还记得。结果他那套鼓光买回来没军鼓，然后等过一阵那军鼓寄回来呢，上面拍托配给签了一名。完了，你就说那会儿的那个音色品味，那插片都是 Z， 你知道吗 ？Z 吧。后来我们玩爵士来着。速唱他们搞了一个叫玩味爵士乐团，应该是国内最早的学生的 Big Band。对，排的有模有样的，节奏声部啊，有管乐声部啊，12到16个人，什么张艳新、理想什么，以前都是他们那个。对，哦，理想我们一个宿舍。故事就是这样。你那会儿用一把白色的琴，我记得。那个时候，你那个鼓也有。750，我那个设备全加起来还没他们一个音箱贵。我教他就是。现在还在弹这个。对，弹到已经。要不这个，要不就美泰里克。对对对。很难想象那时候初学都是学 Metallica 当初学的曲子，就完了。不是，它简单，就一小调就办了呀。你像那个 Metallica 疯狂下播，这种 Tears in Heaven 是吧？今天我们这个探店就到这儿了啊。罗兰的这个北京在静园的这个体验中心旗舰店，欢迎大家可以来玩啊，提我好使，尝试尝试这些有意思的东西，如果有你需要的可以看看。然后下一期去哪儿还不知道，你猜。那咱们下期再见，我们的巡演正在继续，欢迎小伙伴们到现场跟我相见。我是彭彭彭来了，拜拜。拜吃饭了。
就比如最简单就 loop 这事儿，实际上它是一特综合的事，你要对编曲有概念，然后呢你拍的要准。玩 loop 的最大的人的特点就是首先不知道弹什么，第二呢踩不准。所以我后来学生什么的年轻的，我教他们，就是现在数拍子有时候经常就是大家喜欢数第一拍吧，数第一拍是准吧，到后边就开始不准了。其实你要如果在计算一个或者说数一个节奏或者让自己准的时候，你数的如果永远都是军鼓那一拍，你哪怕第一下不准，后边整个这节奏听着都是准的。所以你看我在好多时候录的时候，我教他们噔噔啪这块进，噔噔啪噔啪噔噔啪，再到下一个这儿再一听，绝对这个准的。但你要懂了扒这一下，再懂扒了，懂了扒了，懂扒的，再拍这一下就可能不准。对对对，很有可能，真的很有可能。所以找军鼓那一下是核心，因为那个其实是人舞蹈拍摄的，律动非常重要。这个是这东西，对，这个是非常有道理。对，录音听节拍器也是找，就是这下你得听不见这点儿，可厉害。这下你只要听不见，前面那些准点准点都没关系，但是。